哥哥姐姐们，然后还有我亲爱的粉丝娜铁们，大家好，开心今天你们可以来到这里。哎，我觉得欧阳娜娜很可爱哦。我们刚刚要跟她 re 稿的时候，她还问我说：“现场有记者哦。”我说：“很多，因为大家都非常期待你的15张专辑。对你来说，尝试要担任一日店长，对于欧阳娜娜来说，最害怕的是找钱找错。为什么害怕找钱找错呢？就可能脑袋也不好使，脑袋都是音乐的。数学是音乐老师教的。真的，他很可爱，因为他很担心，比如说人家拿1000块来买他的专辑，可能专辑的430块，请问如果拿1000块430要找多少钱？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想一下，然后拿计算机算一下，然后就直接找人家600，然后让粉丝很高兴说谢谢，多赚了，对，怎么那么大方哦？而且在上专。